要说如今的综艺节目，那是各有各的绝活，各有各的花样，拼声音，拼艺能，拼演技。不过要说能集齐以上全部满点技能，玩起推理烧脑的全民侦探时代，还要数即将开播的《我是大侦探》了。近日节目就在长沙举行开播发布会，新晋侦探天团何炅、吴磊、马思纯、邓伦、韩雪、大张伟首次集结亮相，几位一上台就高能开嗓。这魔性的节奏还真是相当洗脑呢。综艺档益智互动推理秀《我是大侦探》的玩家们，每期将根据不同的主题，在节目中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来找出关键人物 K， 从而完成推理解锁谜题。而此次节目组全程1:1的实景拍摄，电影级还原也让侦探团的各位直呼脑洞太大，疯狂烧脑。大家觉得我在里面一个人配8个，已经说我是8盒，但我发现8盒在这里都不够用。你知道身临其境虽然很难，但是你的那个需要你精力特别集中的，因为配一个配音片段可能只有2分钟3分钟，你把那个8盒的能力用完就好了。可是我们在这一录一天，你的脑子一定要8盒全部运转一整天，所以特别压力特别大。就是每集呢，你以为凶手，因为尤其是刚才我们录完那一集啊，不能说是什么内容，但是不是神奇是在于他作案的时间已经颠覆了我们的想象。以前是感觉这个人是办完这个案我们才去那个现场的，现在都已经时间都已经混乱了，有很多时候而且还是超时空的一个办案方式，所以说里头扑朔迷离，绝对是脑洞狂开的一个节目，脑洞开到后脑勺了已经，你知道吧。能让一向淡定的韩雪女神和大老师如此纠结，这样的剧情还真是让小记者有些期待正片了呢。不过和以上两位相比，作为资深玩家的何炅老师和侦探首秀的小姐姐马思纯来说，那可是有着自己的应对秘籍呢。秘诀是不要相信导演，导演的套路永远比你想象的要深。对，而且呢，不要去通过场外信息来判断，用真诚的眼神换取他们的信任，无论我们是不是真的，我们都是演员演嘛。发布会当天也有不少粉丝到场为大家声援力挺，而现场的人气王就要数刚刚艺考归来的吴磊了。面对媒体关心的考试状态，小哥哥也大方回应，那个发挥的还行，算是正常发挥了，虽然说在考场外的时候还是很紧张，不过进了考场之后还是怎么说，把自然的把准备的东西表演给老师看了，然后发挥的还可以，就等过段时间放榜。不得不说小哥哥的心态棒棒的，而俗话说刚刚经历过考场的人双商简直接近满格状态，那不知道小哥哥几期节目录制下来觉得哪个更加有挑战性呢？就是怎么说呢，那个是对于我来说，就是对于专业和对我人生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，这个对于是智商的考验，裸裸的智商，就你玩不过就是你笨啊！别这样嘛！不好意思，对。30弟弟调皮了哟，而当天一身休闲裤装搭配嫩粉衬衫的小哥哥邓伦，帅气满分。作为团里少有的淡定玩家，小哥哥除了迅速适应角色之外，也表示新的工作计划也在筹备当中。2018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打算还是好好拍戏吧，然后把每个工作做好。据悉，《我是大侦探》将于3月24日起每周六晚10点烧脑来袭，预知几位玩家表现如何，还要众看官一起推理解锁了。